关灯了，通道关灯了。太炸了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音乐导师林浩。I'm your dance teacher Lisa. Yeah.我是你们今年的 rap 导师潘玮柏。我是今年的青春助教等待成员吴舒欣。哇，俊俊老师！大家好，我是《青春有你》第三季的 PD 李宇春。作为 PD， 我要宣布我的第一条原则：所有人要使用。今天这么狠吗？也是挺残酷的。初评级考核正式开始。男团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有点狠。太骚了！我整个鸡皮疙瘩起来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